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QTR 静か論七海八極拳有声音的哈，看你们听不到耶。今天来到这个台北早知识，这个是跟那个老车有关系的，它里面也会放很多老车，所以带大家去导览一下。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隔壁那毕姐。好、哦，咱一人的迄个零用金2000块钱，啊，看谁买到的东西让观众票选，觉得他值得了对吧？对，你要参加吗？好啊。你也要2000？好，没有，一人2000吗？一人两千，哎，SI 啊。我怕你买什么耳环啊什么，观众朋友没兴趣。没有多一个人，那那那那不，我都总不要名啊嘛。哦，这就不会是最后一名了。对。那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大家，我们会兵分两路，哦，科P一组，然后我们一组，然后我们去挑选2000块，让观众朋友挑选，就是最值得的，哦，好不好？有带那么多钱？有阿呆有，我们有制作费，这一集的制作费有4000块，就是输的人4000块中存。然后了。没问题，好不好？公司先垫啊，到最后票选完就把东西抽出去，好不好？好。哎、欸、呀，制作费，来制作费啊，来。好，那我们就出发去淘宝，走。好。哎、欸、呀，谁杀价嘛？你抓抓看。2000块，我们买到20000块的东西。你抓抓看。我们不能太快出手，我们要先逛一下。先逛一下。你有看什么车？啊，这是什么车？我 BMW 啊，我买2000块买袂哇。你慢慢看啊。这是不能买的。为什么？这买了中枪，因为我们的客群没有小朋友。客群没有小朋友。对。我们第一要嘛针对我们大概年纪大概多少的？嗯。啊，你要买要买对。这好棒。是不是打字机？这可以卖吗？这不能动啊。不是啊，重点是这个应该超出我们的预算。哦。2000块真的没什么可以花哎。这衣服啊，我看，啊，这是干嘛？剪下来好像放着这样，啊，这我看不懂，就石头而已。啊，先生，这个，我以为是那个靠凹凹模头哎，不是吧？切蛋糕吧？切蛋糕，对啊，蛋糕厂。小车车哦，你看这比较划算，你看我选4盒1000块，我就可以抽给4个。是的啊，不是值得啊，可以列入考虑。对啊，像像把我们公司一些东西拿出来就可以了。这好像是那个车牌的小型车牌。陶哥就爱背这，阿伯也背，阿伯看到你也背背这，我来讲，那几个包起来。啊，我很喜欢这种牌子，哎、欸，多买一些这个放在我们公司贴贴，好像蛮屌的。对啊，办公室啊，贴办公室好。还有爱快罗密欧，还有威士牌。哎、欸，你要买那个蝎子啊、喔？对啊，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呢、欸。可是我买了会不会观众朋友抽走？对哦。好，继续走，我们看有什么。哎、欸，你看这个是四代西美。啊，天龙国车牌。哎、欸，你看，这木屑沙，那沙子看起来很厉害。哎、欸，人家的猫图案是这样。有没有？人家猫图案是这样，我们猫图案是这样。谁叫你要画成这样？嗨，第一个，会外赛吗？对，会外赛。哇，这边是文青市集，看起来都不便宜。精品类。对啊，军外不错。衣服也可以啊，不行吗？可以啊。挑一件外套帅一点的，搞不好我会赢赢啊，对不对？哎、欸，安全帽2000块应该买不到，对不对？哎、欸，也不一定哦，安全帽蛮帅的。对啊，蛮帅。美式安全帽。这个多少钱？这个是3.95。哎，可惜啊，如果这个预算高一点就可以了。这边有什么？成人杂志，买成人杂志就好了。哦，那一定胜出了哦。买个20本。对啊，还有照片。男子汉，要不要？哇、欸，里面也有车哎，帅！帅啊！这个是那个，不知道怎么念啊？这种什么？那只蝎子啊、喔？对啊，那蝎子是阿巴斯啊，但是这台是菲亚特的敞篷车，可是好像是 Spider 吧？这应该是菲亚特的 Spider。哎、欸，它的那个铝圈
好亮，漂亮，不好买呢，2000块要赢不容易呢。哦，对啊，我们上次有买这个蝴蝶标本。嗨，现在干嘛先抛？好不好？好了，好，没想到最快开炮的是女人，好不好？哦，买这个就赢了啦，这大家吹吹贵啊，气人。对啊，这个千倍、万倍，看不到耶，啊，你买到啊？十分之一价而已，没办法。3D 立体眼镜是真的假的吗？我看一下，就搞不好透视的功能。你透一下啊！哇塞，这样不轻哎！真的啊！嗯，你看，哇！哦，真的耶！哎呦，你看得到哇！真的没有穿，真的没穿啊！哦，我好小呀、啊！有这个，那谁？壮科啊，石强森啊，这个是江西男啊。我们答案了，我这个我知道。你看这个又大啊！哇，这个最大台，920。啊，不然是指这块牌子。对啊，你们好啊，还蛮冲动背的哎。古董车啊，遥控的嘞。哪里？那个是线控的啊，这个没办法，我怕我。对啊。我看你的鞋哦。是啊，这是你在卖的啊？没有没有。好，路过了。没有没有没有。科比啊。小等一下，你再逛逛应该遇到了。逛一下应该遇到他。对。我是泰山。啊、泰山。泰山泰山。啊、对。其实他做黄贴就有遥控的嘞。没啦，这只是模型而已啊。有啦，有线。哎呦，真的。对啊，很酷啊。啊，人不去啊。啊，不像我这钱啊。哦，400。哎、欸，或许哎。你知道这是？这是什么车啊？嗯、BMW 的啊，136啊，136，132。我们现在有列入两个了。完了，我们还是走到他们走过的路了。哎、欸，从敌手哎、欸，好不好？哎、欸，这有机会哦、喔。可是这应该很便宜吧？而且哎、欸，这很帅哎、欸。超强，这是自己长车吗？这不是封底锁、喔，不是，光头都封底锁。看回去。为什么不会赢吗？不会。你要选中就是有点色色的。我们刚好看到、啊、色情杂志啊。对啊，那你要买那个啊。为什么买那个？买那个才会赢啊。Golden Boy 的阅历，1993年。可是都没漏哎、欸，都好保守。加入购物车好了。好。哈，你要不要问那一台多少钱？这台超贵啊啦，这哎、欸，你找我们调位这嘞。是啊、喔，你有贴那个吗？黑龙爱狗啊，空力套件要不要上车？这样，他是他注意哦。等一下我们看到阿呆的时候，我们要快速扫过他们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哦，心理战术，你知道吗？是啊，就他们挑小的，他们挑大的，都是空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这是七底，你知道吗？七底。对，哎、欸，是以前的铁牌嘞。我们不能那么快就拿到手上，不然他就知道说我们买了什么东西。哦，对啊 ，PS 一代。在那里？哪里？哪里？哎、欸、哎、欸，我们去看他们在看什么。哎、欸，阿妹妹，嘿嘿，你嘛阿妹妹，阿妹妹，阿妹啊，阿老师讲了，谈话你买啥？你话讲我嘞，两个心机的，我是讲酷的，啊，真看我哩，我系讲来这边看，来这无啥，我是哦，对，我靠近静静的啊，这边哦，外面随便挑一挑了，外面真的没，里面没什么，不要再走了，里面没有了，里面没有了啦，好了，我来去看啦，我没在。随便相信对手，现在其实都是对手讲的话，一定都是橄榄片哎，没有，那你一看，哎、欸，这样又绕一圈回去了，怎么办？那我们要买什么东西还可以取胜？模型车吧，要不要？我觉得应该只有模型车有机会了，叫色情杂志啊、喔，好，再进去看一下好了。阿蛋、啊，我跟你讲，这边有冷气，外面好热哦、喔。今天妈冷了几天，忽然变28度，我们受得了？对啊，妈你还穿外套？因为我要放电池啊。哦。功能。屁嘞。还是你要买复古车车？
复古车，对啊，我在想模型车，我可是阿呆说模型车太那个了，太普通了。对啊。啊，唯一要赢的话就是你要买一个看起来像5000的东西。对啊，对啊，当然啊，当然啊，肉桂卷。我们一开始在门口开场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是啊，原来如此。要不要买一个像500的东西干什么？哎，宏达的时钟，你这2000块应该不会卖哦。还是可口可乐的？这应该要1万-2万吧。4000-4200，这4200，这都4200了。老板就自掏腰包，然后说：“哦，这我2000买的。我”我有需要玩个游戏玩的这么。哎，这也蛮帅的，就是有古时候那种有钟摆的，可是这应该有2000买不到，这个都要4800，这最很一般的都要4800。而且你看啊，它这写车用，对啊，为什么它是车用的？这个也很帅，哇，可是一个要10000呢，它里面有那个万花筒，有没有？对，它有万花筒，哎，这超帅的吼，好想买哦，很帅啊，可是2000买不到。我觉得那个牌子要不要？砸一块2000块的牌子，这还蛮可爱的啊，米其林宝宝，可爱。对啊。米奇宝宝硬要买那只脏脏站着的那一只，那它两个洞哎、欸，为什么胸部有两个洞？哎、啊，给你钻孔的啊。对啊，很酷哎、欸。阿、啊、那你觉得这牌子有没有机会？哇，这边没有，再下一位。机长，机长，长。叫贱狗、嗯。对啊，我的妈，忍者龟。哦，战斗是新石呢。我靴子里面有蛇。我是太空巨警啊！哎、欸，宝贝，插旗，这个哎、欸，这个忘记了。啊，那玻璃破掉了，用一个盒子也可以卖。对、啊，这还不错、欸。我刚刚在想说，看这玻璃有钱，我家超多的。你咋能储回玻璃用惯了呀？嗯，对啊，现在可以一个一个可以卖钱。我要回去把我的玻璃收藏好。哇塞，没什么头绪了，完蛋了，完蛋了。我今晚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嗯。第三了哦，那观众哎，钥、欸、匙圈呢？哇，18禁，你要把我打成马赛克？哦，哇，这一张万大马屋嘞，这个拆起来，那对他留来吧。哦，哇，哎、欸，我真正有哎，也在卖黑啊，铁牌框啊，那不行，那没有什么，这没有特殊啊，老逼的呢。然后放到外面淋一个雨，它就变绿色了。哈，这个这个啦，哎，这样可以卖200。这叫传统工艺哦。等一下我们就整合一下就差不多了。哎，好多林峰哎，我看看，这林峰哎、欸，林峰还是兜风？兜风哦，哦，兜风哎，你看酷吧？这名标板超酷的，现在看都觉得好帅。对啊，哎，你看，哦，比较。叫我们不要来，我就知道他们应该会买那种名牌的。那、啊、可是不知道老闆、哦、很重哎、欸，不知道老板是谁耶？是铁的、欸，这多少钱？比如说这个啊，哦、好重哦，我不知道，但很重，然后看看我不要掉了，超重哎、欸，哇，很重哎、欸，大概应该有5公斤吧。对啊，这应该2000买不到。这不可能卖2000啊！那椅子好帅。我新家没有那么大位置哦，我那是很小房子，摆去没地方走路了。你不要开玩笑，你是什么豪宅？谢谢，谢谢。看看也。谢谢。那个米其林娃娃一只都多少钱？蓝色手的那个。那个，奶嘴那个。嗯。那个2500。哎。最后一个哦，走。可是老板，因为我们在。比赛，玩游戏，是，我只有2000块的预算。走，真的吗？走，一句话，我就很阿莎里的。这个把老板的 FB IG 放在底下，好不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500块绝对是值回票价。我们就用这一支跟他们拼了，你觉得如何？好不好？好，老板，那我们要这一支。好，谢谢，谢谢，谢谢。哎、欸，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 IG 还是那个 FB 啊？来拍一下，都在这个粉丝团里面，有兴趣都找你就可以了。我们是台湾唯一的客制车牌厂商，对，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可以客制车具啊，挂一些中式车牌用的。哦、我上次买那个车牌啊，我们天主车身那个车牌，我就是在这边买的。啊，是吗？对，
应该是啦，应该是啦，就是这个啊。啊我们欧规的、日规的、美规的，有没有？台湾也就是我们在做品川，有没有？对啊，你要印什么东西，印什么字都可以啊。LP， 我的专属车牌。我想错喽。哎、欸，对，老板怎么称呼 ？Jimmy，Jimmy 哈，找 Jimmy 就好了。你好。说看小狮来了，好，我们就把这个包起来了，我们就用这个快点包，等下被发现。也是美国来的，哎、欸，美国来的、哦，美国来的奶嘴米其林。这个是大概米其林的二代左右的。造型，看好内行，还有分代呢。谢谢，辛苦了，谢谢。我们现在可以去那个试探敌情了，看他们买什么。哎、欸，看老板也是开这个啦。哇，酷哦！谢谢，我等下过来。谢谢，辛苦，谢谢。哇耶！不行啊，就超过啦、啊。哦，讲，哦说哦买两本吃，说我们一定赢的，对不对？好好，走。QTR。静か論七海八極拳其实都敢换的他在捧换的话其实是四台钱老板这是怎么卖这个的话一个是400然后我们现在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对800三个有创意在打球的时候有没有啊？打完之后还可以这样照一下，头发有没有乱掉？这样没有头发，没有头发。泰山立功啥？黄虎啥？我没有什么哈。哎、欸，这个蛮帅的，帅哦。哎、欸，350哎，好像可以买哦。对啊，我来讲应该不是来接啊。还有机电瓶呢，对面还有，不要贸然出手，差不多咯。啊，这也蛮帅的，欸、这250啊，看我自己都想买了。对啊，这也蛮搭的嘞。我们自己坐车的，这个也不错啊。所以开始我要回去慢慢自己就要坐这个来卖了。哈，哎、欸，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呢，他们到底熟去哪里了、啊？会不会两个人跑去那边喝酒了？泰山有可能啊。对啊。哎、欸，他们会不会逛到这边也？我觉得依他们的眼睛，他们也在看成人他想说是100/100而已。可是我觉得他们不会买，我觉得他们不会買。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定知道100/100，他们一定有看到这个，会不会？要买什么男子汉，好不好？好、哦，男子汉、啊。好，买男子汉、啊，青春热线。这个不错哦。哎、欸，可是这探险家还不错，你看有神力女超人的 feel 呢，还是这个圣诞快乐龙虎豹，龙虎豹啊。是男生吧？那决定了，这两本。龙虎豹跟男子汉、好不好？男猪汉，来。谢谢。好了，我们今天那个轻松了啦。阿呆，我们可以去买咖啡了，好不好？可以随便逛。哎呀，我先随便晃了。你觉得他们买到了吗？我觉得他们应该买了啦，差不多算时间，差不多要买了。我这样只有200块，然后这样收是2000哦、喔。没关系啊，他们。搞不好不知道，我们赌他没有看到谁。还是我要把我的思康也放进去。思康太不像了。哎、欸，我没有泰山的。我跟他没有在讲话了，怎样？你没有喂、欸？你没有。喂喂，较紧的啊无？我那即马买凉的，你休困啊。哎呀，紧决定啊！哦，你稳输的啦，免惊啊，凊彩买啊，你稳输的啦。啊，人买好啊嘞。你不要想啊。这个啊，欸、泰山你要哪一个？我觉得我要买四轮的这个。买啊。哦，我要选那个，它可以自己装啦。我们现在赶时间的，被吹了。500，加这个，哎、欸，还很多哎、欸。对啊。在遥控车，好。你还可以买什么？走。这个好像不是四级的，是吗？我不太确定，这是吗？然后你们这个是跟着四级一起的吗？没有，这是常态性。来参展，是一个保密的，犯规，你犯规，没关系，我自己留着。走。所以这个要自己留着哈。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买一个。不过这个很帅啊，我会留着啊。耶、yeah ！啊，刚好自己留着，一人一个。他已经说我们输了，我们就随便了、喔。稳赢的啦！我不相信他们吐得出什么象牙来。你猜他们会买什么？模型车。我也觉得是模型车，所以我才说我们不要买模型车、啊。我赌他们一定是买模型车。对啊，是这样吗？没有
卡车。老板走的。老板呢？我大概来拢无去。这有遥控的吗？只有这台遥控。其他是模型啊，静态模型。啊，可以动吧？没有装电池。我知道可以动嘛齁。对，但是你光打开是遥控都已经很静电了。很静电。我们你要买啊？对啊。我以为你是要拍电的。没有，有拍啊，我们是要。没有，我价格也是。不是有送没有写？没有啦，这哦，不知道。以前书局的啦，以前书局的，啊，这个一台多少？1000块都拿出来了，800，800，好了，好不好？好，现在物价又涨了，其实真的没赚多少钱，但是这个很值得，很值得哦。3200，但我觉得你好像被坑。对啊，没关系啊。谢谢。他们在哪里？他们应该刚在门口吧？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在这里抓到他们。这一区哈？对，这一区。就是模型车这一区。哎呀妈，站那边，站那边。哎，买好了，买好了，买好了。哎，他们在那。哎，我在家点灯，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在这一区买。那个是你自己买的，是不是？还是怎样？没有。我铁船的打趴，所以没在铁船。打趴不可能，打趴，伊讲刚刚讲打趴，想想这，就我讲我这稳赢的啦。哦，我不你啊啦，你叫什么？男子汉，男子汉。哦，男子汉，男子汉。啊，所以不能冷枪啊。哈，啊不，上面冷棍，龙虎豹。哦，龙虎豹。有无？哎，复古的哇。这也起价啦，这起价哦，这坑的绝对起价，我稳赢的啦，没得汤啊你哦，系啊，啊无咧，这稳赢的啦，我来讲，我这两本都打趴啦，没有，这不是你讲的说了算的，这个爱投票，大家十波人投票就是投龙虎豹跟男子汉的啊你，他们投票，我猜模型车，你听，你听了无新意一点，我模型车的啦，你讲你讲，啊，这啥，哎，快哦。或许就哎，这唔得坑诶！模型店话顾妹妹处理，你啊，刚讲一堆就阿呆，干咩？这遥控的咧，哎，遥控，你敢讲我贵点吗？怕亏款了，遥控的高潮啊！对，这个不保证电池装去会跑哦。哦，除了车以外，还是车。冷钱空杯安尼哦，那感觉你也较物件较侪，你有家己较钱无？我啊，我还有多了200块咧。200块，还没买啊。我跟你讲啊，他以为买多就赢啦、啊、我两本大家都要回去收藏的，我这稳赢的啦，不一定哦。然后我的粉丝都找我了。啊，你没有杀手锏呢？是杀手锏挂这些冷枪吗？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算在里面了。哦，那没有算，干的超出预算的。对啊，那个是杨梅阿乔峰哎，淘汰哦，来，我给你看啊。哎、欸，你看这挂帅的哦，我本来说这个给打趴了，你看帅不帅？你看不？这是啥？你看，你看，你看，哇，火星塞，哇，哎、欸，这提出来都赢啊，赢在军中啊，赢，可以拆开又可以组合，组合那个拆开，哎、欸，你要决定啊，你要上提上面啊，提黑币的对吧？我这公无神，我都无神，这是自己的对吧？这个是自己的啦。我想说，哇，很漂亮嘞，看到自己都想买了。好了，那这个泰山，你觉得你们有胜算吗？我觉得没有。你觉得那模型车没有胜算？我这比较厉害，对不对？哦，你们没有看到、哦，最后两本被他买走了。他们最后两本绝对亏大哎！既然泰山都觉得这两本都可以赢了，我想我另外一个也不用拿出来了。还有啊，还有啊，谢谢哎、欸！我跟头家拍骂是偌久，头家即马我的人。你卖讲米其林宝宝安怎对吧？这二代，头家讲这台是二代。美国进口的，你睇，哇，你看，不当哦，这奥摩托空的嘞，蛮重的啦。我现在就是这个米其林宝宝，这两本其实是磨的啦，这一支2000啦，所以我要跟你比，我只能用这一支，这一支而已啦，我只能用这一支比而已。这个是我们多买的，哦，所以我们是这个比你的模型车，这个来来来来来，好不好？大家投票一下，科P是一台这个 Porsche 的遥控车，还有四台小车车。那这个两本是我多出来要骗他们买的啦。我条刚要甲你赔，佫加开200，这两部才200呢。哎，跟他们讲2000，他们都信呢、欸。对、啊。哦，他们两个还信，泰山还说我觉得你赢了。所以泰山很想要这两本给他。啊、哦。好啊，这个参加在 FB 啊，
比如说你投咖抽出来，我们就会抽出一名，这只就是你的。啊，如果你投科P，我们也是抽出一名，这一袋都你的。这一袋。然后另外呢，有参与投票的呢，我们再抽出这两本，好不好？啊，就这样啊，大家踊跃投票。俏娇娃。杨兰溪，哇，杨兰溪，你知道是什么吗？啊，你台语啊，杨兰溪，怎么样？我两没出来。好了，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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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喜欢影片要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好不好？啊， yeah, 投票，投票，抽大奖。我这一支有点，到现在我有点舍不得抽，坦白话讲，你不觉得这个我们放在媒体部办公室很棒吗？超可爱的，还好，好吧，老板娘说还好，那就抽吧。下次见了，拜拜。好，拜拜，拜拜。哇塞！你以前有看过？好像有，精彩，好像有，好像有吧。很男子汉啊，探险家，探险家，现在就做探险嘞。QTR 静か論七海八極拳。